这个中文怎么样说啊？兰花。哦，兰花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买兰花吗？为什么？忠贞不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懂。不懂，对不对？忠贞不渝呢，意思就是说，终身只爱一个人，很忠心。哦。忠心耿耿。那就要买多一点。对，买多一点。她就是我的背后的女人，我的伟大的太太。对，然后第一次在大家的面前出现，不用介绍她，因为大家都认识她嘛。嗯，她是最好的老公，然后最好的这位是我最喜欢的男孩子，他叫李佳明，他是个演员，可爱又迷人，温柔又善良，又漂亮又机灵的女演员，她的名字叫做刘永熙。因为我除了他，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。既然现在很爱他，他也很爱我，那就结婚啊，就是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理由要考虑进去吧。只要他敢求婚，我就敢结婚。我可记住了啊，这话记住了。你见谁了？嗯，你见谁了？你猜。我不猜，我猜不出来。嗯，聊了一些比较沉重的话。嗯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我不管他跟我说什么话，我还是认为我们两个人最重要。